断了，超级痛！哈哈哈哈哈！真的，真的，真的打吧！好狠哦！型男演技王，我们要吃的东西是什么呢？请问？有一个好吃的蚵仔面线。哎呦，没有蚵仔。没有了，没有了啊！哦，就是面线，是面线，是面线，就是面线。两个呢？有鹅啊，虽然没有鹅啊，可是有加了很鲜美的鱼露面线。哦，好，谁先吃？邱永先，就这样。哇，这么多！还好吧？干嘛？两口就好了，是？两口把它吃完呐。干杯吧！没有，两口把它吃完。熟悉的味道，大哥。这个加了吗？这个不是蚵仔面线，这是纯鱼露面线。他为了刚刚害我们没吃到，他这次表现得特别好，表现好，表现好。我这么近都看不出来到底有没有吃到，你这么厉害。嗯，哎，看谁？练级吗？你饿吗？他蹦不起来。我想吃生蚝，我再放就不脆了。嗯，就是没有道理一点嘛。好，来吧 ，Max。好，啊，算都一样。身体真的好臭。两口是不是？没有，没有鹅啊，但有大肠哦。对。两口就好了，两口就好。就吃那么多干嘛？他在品菜，所以吃久还蛮鲜的啦。尾韵是甜的，好。哎呦，他演的蛮好的，两个演的都不一样。那现在我要走哪一路呢？中华东路啊。哎，顶嘴。他演中孝东路，他要喝酒店了。大哥，安心上路啊，大哥。其实两杯都一样啊。很痛啊，这边。有点害怕，对不对？他避开那个肉羹，因为吸胎的味道。对，我刚才也有犹豫，没有避开肉羹。你们觉得谁吃到正常的蚵仔米线？米哲，你觉得呢？这个超难猜的呢。嗯，选一个呗。因为鱼露只要不是辣的，你都不好抓了。对啊，因为鱼露说真的，其实都压得住。可是我们的鱼露这个都下很重。我觉得我是撇除 Mass， 你就觉得他有吃到？你觉得他有吃到？对，那我觉得陈哥应该比较有可能没吃到，我自己认为，陈哥正常。吴师傅嘞？邱勇撇除掉。哦。我比较偏向陈哥跟 Mass。我也是陈哥或 Max。你决定，先猜拳，要猜拳，输的去。输的去，那这不是我决定了。那你决定了，除非我输啊。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我去吃。我还是觉得陈哥去去，对，因为我们三个都有，对，没关系，我们都有重复到，顶多也就变黑白照而已。这一碗吗？转过去，变一碗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太对了，我真的吗？把他撇除掉，对啊，他演的不好，对啊，哎，他演的很好，他演的很好，是你没有认真演，对，这么那个顶嘴，要打了，毁了，哎呀，没有进来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自己选位置，自己选哦，我最后选，给你先选，我先选，嗯，啊，我就在中间，来，好。那我就这个哦，好，哎，那跟刚才占领位置是一样的，对，对，对，好，那只有一个有嘛，对不对？纪小姐，啊，纪小姐，不要这样，纪小姐，加油，让人家开啦，对啊，你给他点惊喜感嘛，哎，干得好，干得好，他要转移他不悦的注意力，哎呦，换邱勇，今天你要打对不对？不要打，我知道自己打，谁要打？哎，秀勇怎么那么没力啊？秀勇就趴这边，趴这边。好，这里趴。哦，天哪！哎，
前面有啦有啦，可以我可以我可以，可以啊，先检查先检查，有啦，我已经拿那个没有卫生衣吧，没有卫生衣吧。有秋裤啊，有秋裤啊，搞一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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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张天佑穿的裤子叫秋裤，有内裤特别厚。我不会打这个啊，我会打啦，不会啊，对上哎，我不会打、這個。米哲来，不不不要不要不要，让你报仇快，不那个报仇，我又没有用过它，没有仇啊，没有啊，我们让你添新仇，不不不不不不不。你会偏掉，嗯，哎呀，我会偏掉嘞，你把它开得很好哎，这有点危险，我怕打到这边哎，大力一点，好了。要用力哦！要用力哦！用力打你哦！害怕！哎，等一下，发生什么事？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没有，他们叫我要对准一点。对，我要对准，不用那么快了，好不好？你心电哎！断了，断了，断了，断了！超级痛！中途小手就飞掉了，这样的小手是打到右边，应该是藤条是画到左边，对，好痛啊！特别有用力，特别用力，特别用力吧，很用力，很用力，抱歉，我抱歉。